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节目，我是东阳。说起陈小春，大家都非常熟悉，传说中的山鸡哥，把我们的记忆带回曾经红极一时的古惑仔时代。不得不说，山鸡哥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是多么巨大。不过古惑仔也有老去的时候，曾经美好的青春时光也只能留在我们过去的回忆中了。陈小春说不上英俊帅气，但他的形象让人过目难忘，他的嗓音也不算磁性，但是他的音乐却能让人听了足够回味，演技也并非一流，可是他的作品我们却再熟悉不过。他的嘻哈，他的搞怪，他的柔情，他的风流与无奈，总是给人不得不亲近的感觉。陈小春演了太多太好的作品了，因为《古惑仔》中的山鸡哥一角被观众熟知，而后《鹿鼎记》中的韦小宝更是让人记忆犹新。出道这么多年，在演艺圈，在音乐界也有着不错的成绩，事业上顺风顺水，在感情生活中经历过几段感情，和张柏芝、车婉婉都有过一段恋情，但是最后走到一起的是应采儿，现在两个人不知道有多恩爱。大家都知道应采儿是一个比较强势，性格又非常大大咧咧的那种女人，但是陈小春却把她宠得跟公主一样，两人在一起感情很好，相处得非常融洽。2007年公开恋情，2010年走向婚姻殿堂，2013年生下了 Jasper， 一切按照幸福的程式走过来。人们眼中放荡不羁的山鸡哥，在爱人面前、孩子面前，简直是荡然无存，而是成为了人们眼中的好丈夫、好爸爸。在2017年，陈小春带着 Jasper 参加《爸爸去哪儿》节目，里面陈小春对 Jasper 的家庭教育让很多看完节目的网友都非常欣赏，而 Jasper 在陈小春的教导之下也都成了众网友心中小男神般的存在，乖巧可爱帅气，圈粉无数。虽然在节目录制完以后，陈小春便称不会再让儿子过多的在娱乐圈里曝光，很多粉丝在表示惋惜的同时，但也非常赞同陈小春的做法。不过 Jasper 现在已经快5岁了，长开了，越来越帅，很好的继承了陈小春和应采儿的优良基因，尤其是大大的眼睛，超萌的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到此结束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会。